中国梦想秀，欢迎下一位追梦人。刚才给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表演，喘口气再做自我介绍。没事，这个男的体力好好，到现在没喘。你们最起码是省一级的，弄不好是国家级的。对，我们是国家队的。国家队的。哇！来，让我们认识一下两位国家队的高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陈秋莹，今年20岁，来自深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陈帅，今年24岁。我们都是来自深圳俊逸体育舞蹈学校。那在这方不方便先告诉我们取得过什么样骄人的成绩吗？我们曾获得过韩国世界体育舞蹈锦标赛青年组的冠军，还有香港全球舞王挑战赛国际组和亚太组的双料冠军。都是冠军。谢谢。刚才你们跳的是拉丁舞里的牛仔舞。牛仔舞特别难，对这个腿的技，特别是小腿的力量要求很强。其实说难也不是，很难。那是因为你们是专业的，所以不难了。不，其实拉丁舞不管是那年纪有多大，或者说你的身材是什么样，只要你掌握了拉丁舞里面的一些技巧，跟我们生活能够挂钩，那么你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变成一个很好的拉丁舞者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其实不信，波波老师，你可以邀请一位嘉宾跟我们互动一下，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让他变成一个拉丁的高手，拉丁舞的，都可以。又糊涂的，你要叫乔丹不敢看我，他知道我不懂。你来一首，这个人肯定是不会跳的。这位是我们优酷土豆的一位，一位下岗子哦，不是下岗子。好，现在可以开，叫他跳舞。好，那我们这样，因为我们今天刚才是跳的牛仔舞，那我们就从牛仔说起。哎，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去做过的一些方法，比如说第一个，踩蟑螂法，第一步你脚先踩下去。然后他还会要去看是否踩到了，所以他不会待在原地，他会往后挪一下，两个脚交替，一二，对，一二一，对了。第二个，每个人都有去烫脚的习惯，那么我们首先出脚之后呢，不会是很鲁莽的就把脚直接伸下去，那么这样就被烫，对，所以说我们会轻轻地放下去试一下烫不烫，如果很烫会马上拿起来，这个很形象，对，明白吧？就是蟑螂烫脚，对，我们试一试。印象老师请给一个欢快一点的牛仔音乐，对，我们先走慢的，准备走，一二一，好快的啊，烫脚，对了，哇，波波老师很标准哎，不，我在看他烫脚，我觉得自己觉得很烫的。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是就是来这寻找梦想。其实这一次我搭档不愿意来，是我逼他过来的。哦，你逼他过来？对，其实我是想帮他，也是帮我自己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不想失去这个搭档。你不想失去他？对，他之前有很明确的梦想，
也一直坚持着他的梦想。嗯，但是从2010年他家里发生了一些情况之后，他的生活和他的梦想慢慢的开始被改变。嗯，所以现实改变。对，所以直到他现在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，所以他又过想放弃他的梦想，放弃他的目标。所以我坚持让他过来，我想带他到这里找波波老师和各位观众，帮他找回他最初的梦想。因为大家都知道拉丁舞它是一个很耗资金的一个舞蹈，是，所以说像我们学到这种后期了，就对资金要求就会更高。比方要去黑池的话，你就是对一个月对不得了的钱，每一年比赛的费用，对，然后学习的费用，然后包括我们服装啊各个的费用，所以说负担很重。一年你最高级别到哪里？到黑池到过吧？就是因为他家里的这个情况，我的一些问题，我的一些原因，没有去，对。没有去黑池，但是因为你们俩是搭档，你不去他也没有办法。对，所以我也挺不好意思。我希望跟波波老师还有大家好好聊一聊，好吗？然后找到心中能够支持你的梦想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这一对最默契的搭档，一起上前一步，让梦想照亮现实。你们就是两个人来的吗？还有我的父母也来了。哦，你爸爸妈妈也来了。对。嗯，好，我们看看。波波老师，这就是叔叔阿姨。叔叔身体不太方便。大姐。波波老师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刚才女儿跳舞漂亮吗？漂亮。漂亮。很棒。先生是什么不舒服？他爸爸是脑缺氧引起的那个中风。哦，中风。哎，半身不成。那现在还在康复当中。现在为了女儿，他停止一切药物。啊，这怎么可以呢？停止一切药物。对，他要把钱省下来给女儿。就一个孩子吗？就一个孩子。你们都是在深圳的？我们是在江苏常州的。你们是常州的？对对。常州的女儿在深圳工作。她在深圳读书。读书。对，她去了深圳8年了。8年。对。生病是从刚才是说是2010年2月19号生病的。那平时他生活还是能自理的？他生活基本上不能自理。为什么？他能自己行走吗？走能走，但是容易摔跤。嗯，就平衡不好。嗯，谢谢，我们一会儿再聊。谢谢。你的爸爸妈妈自己还能够照顾自己吧？医生当时就已经说了，如果要他康复的话，1年之内他就已经可以康复。但是因为我的原因，等他苏醒了之后，他就很抗拒别人给他的治疗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就有的时候，现实和梦想就太冲突。我就觉得，如果我去追寻梦想的话，我很对不起我爸爸，而且我爸爸。但是我爸爸又特别支持我跳这个舞，我又怕我现在放弃了，他不高兴。我想他肯定会不高兴，因为如果你选择离去的话，那你将对不起你父母的过去。但是你怕的是，如果你留下的话，会对不起你父母的未来，对吗？对。嗯，这就是做人很难的地方。你现在如果放弃的话，会对你爸爸成为一个最大的打击。所以你如果想害你爸爸的话，你现在转身离开这个舞台，那你就成功了。如果你想对得起父母对你的养育之恩和所有的痛苦的话，我想你应该坚持走下去。稍等，我们现在这个梦想有点情窦初开了啊。你女儿是唯一一个跑到这边来找梦想的，不是来实现梦，她是要来找寻梦想啊。我前面的话你都听到了吧？听到。波波老师，我有一个请求。请讲。我想代表他爸爸为我女儿读一封他爸爸要写的信。爸爸写了一封信给女儿。他虽然不会写，但是他脑子很清楚，心里想说什么，他想表达就表达不出来。昨天我在宾馆里问他，他就跟我一个字两个字报了出，等我就把他写在纸上。我在昨天晚上我整理了一下，大概都是要说的话我都给他整理出了，写了一封信。好的。亲爱的女儿，对不起，可能爸爸没有能力给你好的条件，甚至会拖累你完成你的梦想。当初看到你在台上跳舞的时候，我是多么的光荣。
我心里好美好得意，现在看你为了我那么难受难过，我心里更难受。我甚至想，如果我当时直接走了，你现在会更快乐。女儿，你去追求你的梦想吧，不要管我和你妈妈，你应该有你自己的生活，追求你的幸福。我们不求山珍海味，只要粗茶淡饭就好，只要你快乐我就快乐。你放心跳吧，只要经常告诉我们你平安就好。爸爸，人家说母爱是伟大的，父爱如山啊。你没有想到你父亲跟你写这封信？没有，因为平时他一句整句的句子他都说不清楚。要有信心，慢慢康复啊，精神上的愉悦是最重要的。你支持我让女儿说不要放弃，要在这个舞台上再强下去。我支持我女儿继续下去。我也是一样的。继续。其实我在这我也想说，因为刚刚大屏幕放着，我感觉好像也是在面对我父母一样，我有些话我不就是我已经关掉了，我当面讲我就觉得很矫情，我感觉讲不出来。但是我在这我想跟我父母说，你们放心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不会让他们过多的来操心我，我会把自己照顾好，也会继续原有的梦想，不让他们去失望。我想这是你爸爸妈妈最愿意听到的话。你们开心吗？听到女儿这么讲。接下来我想梦想说是我想，但是想还是想，应该让它落地。孟之兰，我们企业愿意为你的梦想出资15万，让你去黑池。谢谢。谢谢谢谢。香飘飘终于飘香了。那个虎妹，我们书香飘飘也愿意出资20万，支持你们。谢谢谢谢。虎妹，我这边就提供你们。任何时间段你们有半个月以上的假期，你都可以给我打电话，我任何时间段我都会把你插进去。所以你可以比如说暑假想回去看父母照顾父母，你可以在我们常州公司就是边演出边照顾父母，好吧？谢谢谢谢谢谢。这边你这边什么情况？妹妹你我们是银朗文化，因为我们是做公关活动的策划和执行，你也会有许多对商演机会，希望你能有机会跟我们合作。谢谢波波老师。好，我觉得梦想需要反思，但是梦想更需要坚持。但是所有的一切还要经过梦想观察团的梦想表决。如果通过240票，那你们就梦想成真，前面所有的机会即刻启动。如果未能通过，希望你还是像这样坚强地站在舞台上，为未来为明天继续努力，好不好？好。准备投票，5 4 3 2 1开始。陈帅，谢谢你们对秋莹和陈帅梦想的助力，再次恭喜秋莹和陈帅圆梦成功，谢谢美妙的音乐祝福你们。美丽的孝顺女孩，希望你能抱着这份珍贵的梦想重新出发。再
在这里我也非常感谢我的舞伴，从昨天到今天一直在跟着我排练，然后自己脚扭伤了都没有顾得及去医院看，所以说特别感谢。